上乡加入村海岸外有一艘大型货轮搁浅在这里，经海巡署第八巡防区指挥部证实，这是一艘印尼籍伊林安娜货轮。24号下午5:23通报方向舵故障，将前往近岸实施下锚维修。晚间10:30左右维修完毕，继续往南航行。最后接近半夜12点，因为风浪太大，搁浅在加入村的沙滩外。透过雷达发现一艘印度尼西亚籍伊利安娜水泥专用船，因船舵故障无法航行，位于加入塘安检所西北方0.4里处下锚后随即搁浅。3点多是最高。现在这个是中高潮。然后什么时候是高潮？明天晚上。
货喽，小妹。收到，收到。现在动了吗？对，完全动了。